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冒险家。好，这次来玩的是警醒的龟先生。这个皮肤呢，我拿到了，我之前都没拿到过这个皮肤，也没玩过这个皮肤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发挥这个皮肤的长处，就是龟起来。对，我们这局呢要从头龟到尾，看能不能不要遇到监管。好，接下来叫帮阵容，邮差、魔术师、医生、囚徒、先知、大副、祭司、冒险家。先来找一下宝藏。哎呦，这位置很糟哎、欸。这位置很尴尬哎，还好鸟变小了，要不然真的是很明显。好 ，OK， 囚徒倒地了，我们现在赶快偷偷摸摸的过去。好，使徒还有杰克 ，OK， 他们两个组合算是蛮变态的吧？哎呦，猫在那里，猫在那，猫比我还要大只两倍左右，猫这么大的吗？好吧，我现在是以小龟视角。OK， 走了吗？好像走远了，哦，总算可以开宝箱了。好，那欸，有人说要不要玩新的那个类似狼人杀那个游戏，就是模仿者什么的那个模式。我个人是不太想玩啦，为什么？因为之前有玩过 Among Us 的那个粉丝场，甚至是粉丝场哦，我就觉得怎么说？因为其他的人都是一般的玩家嘛，不是实况主，也不是 YouTuber， 所以他们在讲话的时候，就是各位可以看其他人的玩的时候，就是会觉得很干，因为其他人讲话就是很正常嘛。那你一般你在拍影片的时候，你会把你的情绪放大，所以呢，但是一般人就是在玩游戏，他不会把他的情绪放大，他就是一般在玩而已，所以有时候讲话有时候甚至是很无聊的，然后节奏又很漫长，有时候玩一场要十几二十分。所以我个人就觉得，那个模式可能不太适合用来拍影片。对，那因为之前有过经验嘛，所以我现在觉得，更何况有可能是匹配到，各位看到的是可能是在陆服那边的吧？那如果是像国际服的话，有可能遇到日本人。那日本人的话呢，就更杂了，他们可能也不讲话，就是完全就是语音，不是完全就是文字叙述，不然就是讲一些都听不懂的。对，那日语的话也不是每个人都懂。然后沟通起来呢有困难，对，相较于其他人，其他亚服那边的话呢，比较，陆服才对，陆服比较顺畅，因为全部都是讲中文的嘛，所以没有什么大问题。所以呢，我个人觉得啦，这个模式真的是不太适合拿来拍，因为不可控的因素真的太多了。对，哎呦，完了，我这个从头到尾归的这个计划已经失败了。好，等一下，我要走啦，拜拜 ，See you。好，狗比我还要大只是怎样？狗比我大只 1.5 倍，没有啦，没那么多，1.2 倍左右吧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来艰难的找宝藏。因为刚刚遇到了蛮多挫折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觉得好像找着找着，好像也剩两台破译机了，是不是？破译太快了啦，完全来不及把三个宝藏找到。那也不要浪费，我们先把现有的宝藏给用掉吧。我看一下，我先买个东西。好 ，OK， 我看一下，多福林喝一下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能买的？啊，我洗脚水。对 ，OK， 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们赶快来破译。用掉吗？用掉吧。虽然说这个进度不是很多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有心跳声，等一下。还是用掉吧。来了，猫来了。啊，那个猫过于敏感。我这个皮肤后面一个棒棒糖，还是哦，不是棒棒糖，是瓜牛。我也是棒棒糖，超像棒棒糖的。好 ，OK， 这个皮肤其实蛮可爱的了，虽然是万年皮肤了，但是确实当初出的时候还蛮有特色的吧。而且符合冒险家这个角色的定位，对，就是要龟嘛，龟起来就对了。OK， 我们现在看一下目前有谁飞了，囚徒飞了，然后波及两台，好像有希望可以赢哦，剩最后一台了，剩最后一台谁在波翼？祭司吗？刚祭司，我刚发他的波翼进度，没被追的话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。这台是在压了吗？我听到了清脆响亮的，好，真的在压了。那我去大门好了。这局真的是很轻松哎，各位，我只有遇到过一次使徒而已，结果就快破一碗了。
这么轻松可以吗？这局 ？OK， 直接开大门了。哇哦，还不赖，真的还不赖。那是不是监管有没有在上班呢、啊？好像没有在上班呢、欸。但使徒有啊，那猫一直来来去去的。但杰克有吗？杰克好像不知道，看等下看分数就知道谁在偷懒了。好，薪水小偷，我觉得是杰克吧，因为我觉得使徒好像蛮认真在抓人的，对他蛮认真在上班的。那杰克不知道是不是，哎呦，可能是职业倦怠了。好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哎、欸、哎、欸、来了，是谁？哦，居然是杰克，哎、欸，不是，是使徒。你看是使徒，不是杰克、欸，所以你看，可想而知。好，丢一下洗脚水，没踩到、欸，哎，没踩到、欸，哎，整个瞎了，是不是？对他瞎了，他暂时瞎了。好，魔术师用多布林会写、欸，我们跟他耗一下时间好了，反正时间很充裕，是不是 ？OK， 被打到了邮差，赶快走了啦。对，这不能皮，要不然被踩到之后，整个就。就拒绝了，好，他甚至连坐一下都没打到，然后很愤怒的把猫用掉。OK， 我们看一下其他人，哎、欸，走掉三个，还要走两个、欸，哎，还要走两个、欸，哎，这时候就希望队友不要皮了，拜托。哎、欸，这个皮肤真的是，这是金皮吧？我觉得还蛮有特色的啦。但是我觉得魔术师怎么说，阿拉丁的造型太多了，这种类似中东风格，我觉得真的是太多了，我觉得没必要再用这种类型。但是魔术师也不好发挥，说实在，这个皮肤。好啦，这个是，哎、欸，这是谁啊？大副吗？对，是大副。哎呦，中了，完了，痛！背后一阵凉意。糟糕，离大门还有点距离，太远了，太远了。如果没有道具的话，肯定就是。OK， 杰克应该有在上班啦。杰克感觉好像是有的啦。哎呦，误认又中了，最后一下，拜托，拜托。鸟还有吗？还有鸟吗？还有鸟吗？啊，不重要了，他可以跑进去。OK， 飞到四个了，不走到四个了。目前，哎、欸，是平局，还有两个都在地窖口。OK， 可以啦，欸、跳掉一个赢了。啊，随便的，随便的，都可以了啦。好，最后的魔术师，是不是要等监管？哎呦，这个戏法干得好，魔术棒假动作之后闪掉再开枪。好，为了我们表演一段完美的 ending。好了，那我呢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好了，下一集见，拜。哎、欸，杰克真的是薪水小偷哎、欸。